冯玉姬出自一款把醉巨石迷得的飞天满地一样。我今再去买两瓶，先进给我摇，让你开心开心。喂，阿爸，今在辰光在了，你要给我来一单吃面呀？哎，阿爸年纪大了，最近家福老汉，你帮你打板子送过去。看看今在新的菜单，凤梅333一瓶，比满台便宜不少。冯玉姬的把醉羊多少？迎娶的女士大白，店里已经坐满着。你们出去。宽面的吧？宽面的片子。阿爸。你来啦。哎，今在娘奶尝尝冯玉姬的面呢。啊，尝尝。我叫人家不吃面，都是孙子这样来的。三份面就一人一份，吃得太干。那么，这个是冯玉姬与面的煎头。那一只花人，一只菜手，还有一只白肉。来，阿不来多吃点啊。我你已经吃过几道了，那一只花人淋的那个三鲜面啊，尽在香头香的，一只寿司做的脆的。味道蛮赞的，十几分白欢喜。你家三吃嘛，下趟我买到来再帮你打。那个面还吃的，其实有点脏，等到我接孩子到店里去吃。阿爸，那个是今在个重头戏呢，先进不难日子。蛮好，帮你都要吃。那个新品是吧？凤梅。啊。林哥，有空带伙计去吃面。